起变身秀，现场请六位小朋友穿戴特殊装备来进行挑战。刚刚有什么困难？我的手的这里不能举起了。哎，那你现在是不是没办法拿麦克风？你拿看，很难过这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年纪大了，那在于关节的部分少了一些关节液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的肌肉其实慢慢的已经被一些脂肪所取代，所以我们借由这些装备，其实就是感觉到是说需要比较出力，那或者是说活动的那个空间上面就会比较有限制。知道呢要怎么样帮助老人家或是生活上已经可以采取行动的人，请说明一下。可以帮他们按摩，帮阿妈种菜，陪他们下下棋。阿公、阿嬷，我爱你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每周日上午11点首播。